第二十题，由下列位置与时间关系图、速度与时间关系图中，哪两张图可能为同一物体的运动状态？既然是同一个物体的运动状态，运动状态都要相同，所以两张图所表示的要么就是都是静止，要么就是都是等加速度运动，要么都是所谓的等速度运动，反正就是我们要表的是相同的运动状态。从我们的学习当中，我们知道甲的这个 ST 图表示这个物体在做的是静止，而乙的 ST 图呢，表示东西物体做的是等速度运动，而丙的 VT 图呢，所表示的也是物体在做等速度运动，而丁的 VT 图呢，表示物体在做所谓的等加速度运动。所以我们看到乙丙都是在做等速度运动，所以它们可能是同一个物体的运动状态。第二十题问我们说，哪两张图可能为同一物体的运动状态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乙丙。